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是方神地些，大家好早，咱继续过来讲解佛说阿弥陀经，啊，咱八圣道，啊，八圣道咧，咱现在继续过来讲解的正业，啊，正业，啊，正确的事业以外咧，咱的心口意的三业，辛苦。咱的嘴，咱的意，所以这三业咧，吼、哦，心口意这三业咧，咱究竟如何来做呢？讲是真简单，要做是真困难。但是困难就是咱人生的课题，困难就是咱的目标，困难咱上大成功立德的机会啊！啊，所以三业者。咱幸福心念多做好事，口念多讲一挂好话，意念多生善念，多生咱一个善念心口意。幸福，哈、啊，咱既然真无简单，下几啊千年才得一个幸福咧，咱的幸福咧，咱会爱好啊保守，做一挂好代志，咱无用这身体去做。伤害他人呢，莫用着这身体来伫世间哈做一挂烦恼的代志，结果将咱的本性、咱的佛性，甲砍掉去啊！那安尼是非常非常的可惜，甲非常无智慧啊！所以咱有这辛苦以后呢，会当做真侪成功立业，因为做真侪好事呢，心会安，心安者。咱就幸福，咱就会光明嘛。过来考验，咱真侪人做考验，后日选举到啊，明仔吼白票啊真大堆，吼、哦、这个无中生有诶，嘛是差不多一个段落啊。善恶，拢明仔用咧做一个上正确的判断。若是一个人未晓提倡好多。不要提倡孝道，不要提倡好多嘞。那个人哦，我咧建设什么科学，建设什么科技啊，创啥啦？迄拢唔是永远嘞。孝是咱的国家生存的本钱，孝道。咱若是一个孝顺人，不要讲出孝道，不要鼓励大家尽孝道来维持社会的安和的事啊！你选了这个人无无啥路用，干那重名重义，不要讲孝道的人都无情，干那也要玩口说，生这个嘴名，用这个嘴咧讲出吼骗众生、骗东骗西，政治捞啊，政治捞啊！所以大家爱注意啊，明英一段路啊，哦，后日开始个人投票啊，打一个也要讲出好多，恁大家注意想看卖啊。那不要提倡好多，咱的社会就开始沉了，有卡侪钱不都无来用。咱来讲哦，我要这经济经济经济，好多都不要去提倡好多的人啊！你讲咱话经济经济的，结果钱愈多嘞，饲只囡仔愈来愈愈要食唔妥当，不要要尽孝，哪有路用？无路用啊！所以咱要尽好多的人，咱来支持提倡好多，实实在在人尽得尽好多的人。一直下讲过咧做，这才是咱真真正正咱大家所需要的啊！各位是方神医生。
咱社会，咱人伫世间上重要，毋是有形即表面上的遮个财名利。好，我争取什么建设，什么建设呢？结果你争取什么建设？心灵的建设、孝道的建设，一撮无建设的事，哪有啥路用？无路用，对社会无益。这几年来，咱大家讲社会这么乱，是安尼绑票遐遐大阵，手夹骗遐济。拢是大家讲讲求到钱啊，钱啊，钱钱钱钱钱，钱到尾含孝道拢无去啊！只是一个人会真孝道是安尼去人绑票，会真孝道的是安尼去骗人、怪人、害人、劫人。所以咱大家咧淘汰伫世间来是安怎拍唔见家己去，感觉互人真正痛心啊，真正痛心。咱来到世间来真无简单，才有一个辛苦。但是，咱唔知影这个辛苦的重要，因为辛苦，辛苦就有嘴啊嘛，有嘴就爱讲出利益大众的话嘛。咱大家拢是一个政治家，政治家你应该提倡教导全民如何去安家的心，心若安，社会就安，国家就安定啊嘛。所以，诸法无常啊，世事无常，名利不是永远会存在。但是，那也要尽孝道者，咱整个咱的国家会安和，咱的社会会祥和啊。所以，孝道者，这回我看这些选举候选人是啥人有这提倡孝道呢？咱爱冷冷静静，咱爱检讨，冷冷静静，咱爱做一个。计算社会所需要是啥？是需要钱吗？需要权吗？需要这个力吗？需要这个利吗？还是需要的？好，我来建设什么区什么区？结果心灵这个孝道，家家户户大大细细，这个孝道无去提倡，无去建设，是有啥路用？我感觉就足奇怪。假使大家哦，经济遐尼好，哦，经济是咱的生命的泉源，为何呢？这几年来，咱的经济，啊，迄阵子好一阵仔了，结果经济好起来咧，咱生活糜烂，少年囡仔，也是中年人、老年人，较袂中年人、少年人，生活拢乱去啊，贪乱啊，无仁、无义、无道、无德、无孝。无爱，非常的痛心。维新电视台，好佳哉！咱这几年来咧，咱真侪宗教家，吼教化教导众生，会晓去行善。咱像组织功德会，教导大家去做行善的工课，做布施。啊，你也要做布施，也做行善者。伊的心啊，最起码已经会讲真孝道啊！因为咱所做的布施咧，拢是回向予咱的祖先啊。咱所做的布施咧，拢是回向予咱的远亲祭祖，予因一块镜看，讲啊，咱过去未晓要布施，咱才会做孤魂野鬼，才想要来共讨冤讨债。咱看了，咱要讨安讨济人，那么一即生都也要做安尼，也要做布施，也要做救济，做也要做行善，咱爱忏悔，所以完成祭祖自然会离开。那么咱祖先啊，许多人看到哦，这囝这孙啊，拢真正有这个爱心，拢在做这个祖先的工课。哦啦，所以咱爱祖先会感觉欢喜。祖先若欢喜，咱养世人心就安了嘛。所以咱大家爱注意，来到世间处处是陷阱。咱真无简单，有这個身体淘汰落啊，啊真无简单，有这个嘴啊，咱嘴也要讲话啊，有这個知识好讲话啊，咱有读册啊，国家栽培咱，家庭栽培咱，世代人栽培咱，咱有这姻缘。也要讲话，也要讲出真济好的话，但是真济人有这个嘴，讲出抹黑，啊，抹黑大众，抹黑咱，抹黑一个人，就是抹黑着全民啊啦，大家要弄清楚啊。
民主的社会不是靠抹黑起来啊，所以这一块政治佬啊，哦，无实实在在尊重着全民百姓的政治佬啊，咱爱反省忏悔。恁拢是佛菩萨的投胎出世，是安那投胎来世间以后，拍唔见着家己，未记哩咱的天命，未记哩咱的任务，未记哩咱的爱心在哪里啊？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来到世间，本是天涯沦落的人，拢是总是天涯沦落的人。咱除了爱互相相尊重以外咧，爱互相相鼓励，爱互相咧，大家咧，爱互相相尊重、相疼惜，人心相疼惜。咱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、天灾永息啊！这才是咱来世间上大的任务，来上世间上大的愿力啊！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佛法在世间呐，不离世间觉。咱伫世间所做的一言一行，都是拢咧修行。所做的一言一行呢，拢是咧做善业，但是嘛是咧做恶业。恶业自己去担当，善业自己去享受。所以，咱所有的全民，咱唔通讲，吼、哦，看到这个人真敖骂人，咱就拍跑，吼、哦，这真敖，安尼咱错去啊，咱嘛有罪过呢。你只是一个真敖恶人敖抹黑人，咱嘛有罪过呢。因为造成这个阿摆出来了，伫社会上的乱象，社会上不安，大众不安，因果咱爱负责呢，咱爱负责因果的业力呢，爱注意啊。爱注意，所以几个先师往前都走，啊，一再在甲强调，咱大家唔通做出一挂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啊，甲咱提醒，唔通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。咱四年一届的反检讨，就是每一届选举到啊，就是咧检讨，即个检讨社会这人是毋是真真正正，伊的政见。伊个理念是咪有益着全民大众？各位是方神知识，一个人若会尽孝者，社会安定；一个人若会尽孝者，天良护法会支持；一个人若尽孝者，伊个祖先会甲斗保庇，一斗保庇，事业就顺势，国家经济就直接好起来。所以真侪人，我要讲哦，拍拼经济，要拍拼去。无路嘛，干那个哦，我拼无路嘛。若是唔知对孝道去拼，对孝道认真去弘扬孝道，人来会孝者，有孝道者，咱会拍拼。拍拼呢，哦，我一定光宗耀祖，对孝道光宗耀祖心安，咱就会认真事业去赚钱，咱就袂做一挂社会非礼的工课，咱就袂做出一挂危害社会的代志啊。所以看了当前呐，咱一寡只政治虽然民主来啊，事实民主也未到迄个阶段。真真正正民主以孝为先，建立孝为先呐。所以各位是方神知识，啊，咱剩无两天就要选举啊，啊，咱大家哎，冷冷静静检讨看嘛，是不是真真正正在提倡孝道？那提倡孝道是咱大家所需要，国家要强，爱全民必胜，全民会尽孝道；国家要强，全民会当互相相尊重；国家要强，互相会疼惜。那安尼只，咱只真真正正会当富强啊，才有得拼经济啊，建立是什么政治的体制啊？那么万行大事拢是孝为先啊，孝为先啊。啊，咱大家来世间拢是真正有缘的人，啊，大家爱共同发出咱的爱心。明仔三十日是咱全民念佛的日，每个月大家全民念佛，也要念佛的人参加念佛啦，啊，伊咧伊会将伊的心，啊，伊爱心念佛的功德回向给祖先，这嘛是一个孝道。啊，这叫做大家的念佛声。爱心啊，这声心声呢，回向哦，天界，十方法界，
诶，所有过去战胜王室的人，也孤魂，啊，王室的无数男女孤魂将顶，会当仰仗佛力，拔刀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所以啊，咱在实际世间，用咱的嘴、咱的意念、咱的意念，升起各种的善念，来做出啊利益全民的有益的大功德，即是参加全民念佛，祈求世界和平啊，天灾永息，这是咱大家共同的心愿，甲咱共同的天命啊。时间的关系，到这一段落。